怎么有个恶心的东西在这里？你在干嘛？我发现了。我们现在在市立联合医院的中心院区，然后做这个自费的 PCR。现在人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大概可能要再等个一小时吧。其实就，我觉得大概轻轻的，大概这个位置，没有，他其实捅的比我自己捅还深。老婆的月亮枕变成老公的 open 奖头，什么东西？套着个牛角包那头上。先生，现在几点？现在5:30。困不困？多久没来了？我忘记了，很久了，很久了。3年有了吧？看一下你那根什么？是我的吗？这个。大王哥，然后我们就坐在厕所的隔壁。我选了一个。这样不会被踢椅背。为了要跑厕所，对，离厕所最近的位置。没错。好，开心点啊，再来。我们已经到冲绳了，然后我们从下飞机到出关呢，花了大概不到20分钟，然后整个过程都非常的顺畅，然后呢，一路下来的人全部都英文啊、中文都超级好，然后服务也很好，礼貌也很好。就是这样畅通无阻的到达冲绳。好，够。比一下。走。爸爸加了我 IG 你刚刚跟我讲你 IG 有吗？有人结婚3年都不知道老婆的 IG 是什么？快点跟我讲啊！我一天到晚在 IG 发他的坏话，他都不知道。快点啊！自由我也没有要加你，好不好？快点啊！ IG 给我。不行，爸爸跟那个你妹都知道了，我 IG， 然后身为老公竟然不知道。那我怎么看不到？因为我没有加你当自由，因为你没追踪我。有看了，哦，很稳来，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晚上的 shopping 行程。好，对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国际通。对，然后很热闹，现在是大概8点钟的时间。好，这就是 shopping 时间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你买了什么。好，现在走。买。来试吃一下这个全家的这个炒泡面，怎样？好吃，赞，是吧？第二个刚吃过了，可乐饼，可乐饼，全家，看吃完好不好消化，可能不太好消化，但是都是能吃的。来日本必做的事情，
就是要吃一碗便利商店的泡面，不管是拉面还是炒面都好。然后呢，一定要买他们的炸物，但是只做第一次就好了。每天晚上都吃这个，可能会出事。那不管怎样，就是一定要做一次啊，不做就觉得不过瘾。毕业旅行的概念，对，毕业旅行的概念，对。怎么有个恶心的东西在这里？你在干嘛？我发现了，这个椅子最好的功能就是拿来耍费用，躺在这边，我觉得比躺床上还舒服。那你今天晚上睡这里好了。通常都是床直接贴在墙壁上，那个椅子真的超舒服的。嗯，晚安，那你睡这里。乡巴佬直接。我刚发现这几颗东西，这是按钮。哎呦。然后我发现原来这个还可以有一个床头灯。哇。我刚才发现，想说为什么这么黑。那我看手机怎么办？结果一转它就亮了。这个装置真的不错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家里装一个亮。对，超级耍费。你看手机直接放旁边。没错，你看。来，给你放一下。耍费专用托盘。滑到困了，对啊。嗯，晚安。对不对？许愿，我可以许愿吗？可以啊，你自己许愿，自己追逐追有梦，自己追逐自己的梦想，最美了。我希望别人帮我实现我的梦想。你这样就会被抵卡吗？我睡觉了。你录这一盘干嘛？极简流，极简的早餐，让吃早餐就这样格调。你看你左边的右边，你吃了多少盘？这是假装给拍的版本。我们早餐就觉得比较好。是吗？那你付了多少钱？是这样？那想要吃，所以今天早餐你要奢华一些，然后你要节俭，节俭，极简，极简嘛。嗯，你最好等一下出门也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呢已经做完这个 PCR 的裁剪了。那其实原本不是要来这里的，因为这里比较远。原本是找到一个嘟嘟医院，只是我们错过了原本的预约，然后后来就上网找到了这一间，就是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。然后呢，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24小时，然后也不用预约，随到随检。而且就是电话里在告诉我说，其实蛮多那种人就是在那边验完，然后可能就马上就要赶去机场这样验。那重点是呢，这里的服务超好，我觉得。是虽然我们等了一下下，然后可是他们的服务人员都很亲切，就是帮我们整个流程都很清楚啦。而且我们打电话过来就是咨询的时候呢，他都很细心的提醒我们一定要带什么啊，带什么啊，就是确保你到了现场一定不会白来一趟。